我永远都会在这里为你点亮前行的灯火。雅音小姐，在现在这个时代里，还存在着像这样的花吗？这里是我们的世界，我们的乐园。绚丽的花朵，我会赠予你璀璨的祝福。送你一朵花，来做点开心的事吧。好好看着我吧。人类这种存在形式，至死都无法触及真理。